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说明一下这游戏摇杆的按钮使用。首先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手腕放在这白色的绳子里面，然后跟你们说明一下这些按钮不会用到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拇指放在这黑色的绳子里面，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按进入的话或者是的话，你们可以按这个食指的按钮，对着长颈鹿蹄按一下中指的按钮。我这游戏重的鹿蹄，所以跟你们讲一片，如果要进入的话或者是的话，你们可以按一下这个食指的按钮，然后长颈鹿蹄的话，你们可以按一下这个中指的按钮。谢谢大家。